有请泰国圣母军训教之游团全体兄弟姊妹帮手吹啲打且发铃，请全体肃立唱国歌。跟住唱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国歌。向孙日先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有请我大佬阿哥神父以广府话公道总理遗嘱。老子自历国民革命成40年，都是为能宰要中国的自由平等积久了40年的经验，甚至要达能到今的目的，必须要唤起民众啦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。啦下革命尚未成功，凡系噶伊兰无需依照老子所写的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、三民主义拉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，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同埋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又需在最短期间搞捻掂晒，系咁捻多啦。宣文：中华民国14年2月24号礼拜二。听捻埋正宗广府话唱嘅《袁咏光归香港》啦。